就是直接下去啊，全部下去，全部下去，全部啊，哇靠，太大了，对啊，已经切好了，他切再切了，拿刀把它切半，布丁布丁布丁，糯米切开长这样，好妙哦，我想直接吃看看，听说不好吃，切了半吗？直接吃好吃吗？我没吃过，我可以偷一块来，偷一小点点。干嘛太冰了？因为是解冻的、啊。嗯，我想要吃一点点的夹洛梨，跟夹洛梨，蒸洛梨。然后切完了。嗯，差不多了吧？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然后放牛奶啊。布丁要先放。没有，要先放牛奶。那布丁要放几个？一个就够了吗？先一个就够了。你确定？我怕，因为洛梨这么大。不知道为什么。不然就放一颗半。没有人直接吃，不好吃啊。没有味道。哦，尿不是特色的。有一点色色，你刚吃啊？那我就往这边倒。哇，好酷！哦，你是家庭主妇吧你？你叫我？这样吗？太多。好了，那豆豆加了吗？对，好。布丁布丁。然后，快要放，先不要放，要先放上去搅。哦，对，好棒，我搅不动。袋子，不是直接丢，丢钉钉。袋子，你要把它用紧哦。差不多了吧，差一点。你确定吗？先倒起来。一二。你不是这个量。没有，这个放着就好了。你有把它压紧哦。你上面要压的哦。放在盆，有没有？那要紧的吧，我已经转不过来了。好，转不过来就可以了。小朋友排组合制作的。要录吧。忘了加水。哈不加水，浓醇香。还要加到满？没有，加一点点就好了。还要一点点牛奶。是啊。好，这样子。全部都洛梨。哎，那个洛梨太少了啦。对，还在洛梨。是吗？洛梨放太少了。你按错了。走。肉里放太少了，我还有啊。我觉得没有加不好喝吧。对啊。因为没有甜味。好难洗，好洗哦，你要洗吗？怎样？它应该是布丁的甜味吧，我觉得。还蛮香的。你不是不会不好喝啊？啊。我一直想说布丁下去。我不知道，那是我们家隔壁的给我们的。哦，而且洛梨外面好大嘛，啊，屁，都掉下去了，因为它你用这个大的，它一定会。所以郭小碧家来了，四方家都是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小尖的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没有穿好。反正我就是穿的。不要，我没有，我就是乱穿呢。但是它应该太不。有比较甜的。我觉得糖这可以比。就三杯了有，好像是蜂蜜吧，应该是。我妈用的超好喝。太阳，好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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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蛮像。我的太阳仙女哦。好太阳。不要紧，专业一下。来，我要从这边。哎呀！太多哎，你们看到一半。特写胸部。那个是色肥肥哦。小皮卡，那个专业一点的。你真的跟阿俏是一样的，真的是。你知道那天比较特别的那一天。你后来拿给我说他对我在，然后后来我不是说。哎。这么难到哦。很丑啊。他说很小，那个不会很高啊，差不多吧。他
三十四 B 吗？是三十四吗？没有三十四。哦，等会儿我们落太高了。会吗？真的吗？大功告成了。Action！ 铁轮大转。你不要摔倒了。结果是撞到东西。